陈乔恩晒度假照引发行立功。近一日，陈乔恩晒出一组度假美照，阳光空气超好，她也小秀身材。即将迈入38岁的她，外表相当冻龄。然而近期在造型上连连被吐槽，先是剪了时下最夯的空气刘海，遭吐槽显老；后出席活动，又因服装搭配不得已被批身材过瓷，还登上热搜。但其实她只是近来稍微贪吃，体重一直控制在40多公斤，纯粹是衣服跟角度问题。而昨天她贴出新照，用最简单的穿搭瞬间打破负评。陈乔恩昨天更新了一组生活空气水还有我照片，中她穿着白色 T 恤，搭配牛仔拼接花长裙，在吃派地外 A 笑得灿烂，迎接暖暖春天的到来。另外她也收起空气刘海，重回庞帆的怀抱，整体看来身材纤细，上围丰满，无论哪个角度都充满青春活力，被夸回归冻龄女神宝座。